嗨，嗨，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10:53，然后待会呢，我们这个礼拜的《淘宝宝好兄弟》就要播出了，所以我现在先在我们的 FB 直播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现在可以先把你的电视机转到26台。回来电视台，准备等一下这个礼拜的淘宝宝好兄弟，然后这个礼拜的淘宝宝好兄弟，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在台北地区，然后它以前是一个算是宿舍，以前早期的时候，那个政府会有很多政府官员的宿舍，那这个宿舍呢，后来就是被当做一般的民宅使用。然后，据说里面有发生过，就是蛮惨绝人寰的凶杀案，然后成为一个社会新闻，成为一个社会案件。然后警方呢，就过去把那个现场都用那个刑案现场的那个封条全部都封起来。所以从那，就是那件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地方就不断的众说纷纭。然后大家都说晚上的时候会听到。就是一些很惨的小孩子的哭叫声啊，然后我们到那个现场的时候也觉得说，那个地方真的是基本上隔绝，你就会觉得阴气很重，然后感觉真的是住在里面，我觉得就算没病也会憋到生病的感觉这样子，因为它的隔绝会让人家觉得压迫感很重。那我们再进去，这次进去拍的时候，也发生了几次，我们是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子。那至于什么事情呢？待会大家看节目就会知道了。那这个礼拜一样有一讲真答，有一讲真答的题目是，我们最终 PK 大整，我们最终的那个最后大 PK，我们的内容是要去执行什么事情？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那观众可以跟我们一起猜看看，一起解谜啊！就是最终大 PK，我们最后的那个答案是什么？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两个，看完播出以后你就知道这两个答案，那你再赶快在我们的这个地方粉专这边留下答案的话，那我们的制作单位就会私讯你，那跟你联络，然后我们就会送你精美的小礼物。那这精美的小礼物每个礼拜都不一样。所以，但是都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可能是我们的贴身物品，或者是鬼屋带回来一些东西这样子。好，所以这个礼拜的问题就是这个。那大家待会一定要锁定26台。那最近的收视率还不错，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我现在先来看看大家跟我讲了些什么话。好，对，我现在头发很乱，因为。我正在这个黑哥陈建州的韦德伍斯健身房健身，然后待会就要播出那个，对，让我整理一下头发。待会就要播出《淘宝宝好兄弟》了，所以大家可以先把这个电视机转到26台。有人说：“Eason，你戴的安全帽会很重吗？”谢谢郭伟伟的关心，我跟你说，真的超重的。那一个安全帽差不多2公斤吧，那我们每一次去出外景都差不多要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是我们会从晚上开始拍到过12点这样子，所以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到底是我把脏东西带回家了还是怎样？就是我怎么觉得肩膀上面坐了一个人，就觉得好重好重，肩膀好重。那其实应该是因为那个安全帽的关系，因为安全帽真的很重。然后，所以有时候大家看到我的脖子就会呈现这样的状态，因为真的那个安全帽会把你压到，就是脖子很酸痛。所以我来健身房，每一次来健身房的时候，我都要先花10分钟，先转一下脖子，然后让脖子的那个筋可以松开这样子。然后那个奇问我说在健身房吗？是的，我现在人就在这个韦德伍斯。也就是，黑哥陈建州他的健身房运动。
然后王佳琪问说，已经变成灵异节目了吗？那基本上我们来自星星的是本身就是探讨比较玄怪类的，或者一些外星人啊，或者一些这个世界上发生一些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但是我跟珍珍两个人主持的这个淘宝宝好兄弟是在每个礼拜五晚上11点播出。那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就真的会比较针对是灵异方面，那我们就探讨一些大家众说纷纭的这些鬼屋，或者是一些废墟，或者一些很有争议性的地方，那我们就去一探究竟，看到底是传言，还是说我们在现场的时候真的有遇到一些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子。好，那因为我现在有点算是在边运动啊，我脚很忙。对，我刚刚在这边已经先做完重训了，然后重训完以后去跑步机跑了半小时，然后现在开直播的时候顺便边骑这个飞轮。好，那红宝人问说吴尊呢？吴尊不晓得，我今天没有碰到他，但是我们这个礼拜五。不，今天礼拜五，这个礼拜天，也就是后天，我们两个又会再去出新一集的《淘宝宝好兄弟》的外景，所以这个礼拜天的晚上，我们应该也会在这个地方开直播，所以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到时候可以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在家里滑手机的话，可以随时锁定我们，在执行任务前会先开直播，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现场那个环境，也欢迎大家好好的盯着我们直播的荧幕，帮我们观察一下附近四周有没有一些，譬如说人影晃过去啊。对，因为上一次真的就是因为就是大家眼尖，然后真的看到我用手电筒照的一个角落，也真的有一个白影这样子晃过去，这样子看着我晃过去，所以太觉得太恐怖了。但是因为我在现场的时候，那个环境非常暗。所以也是后来回到人间的时候，有网友说，或者是有制作单位发现。原装问说，怎么感觉Ethan好喘哦？是的，因为我现在在边踩着飞轮边开直播。然后简小妞，我看到你加入了，你好吗，简小妞？对，简小妞就是上个礼拜跟我一起去看灭火器的。简小妞，然后呢，在这边顺便帮那个灭火器打一下广告，就是灭火器刚办完他们的万人演唱会，然后我那天有去听，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听完了非常热血，所以大家如果在运动跑步的时候，可以边听着灭火器的歌，赞。然后许宏维说要如何提供景点呢？太棒了，如果你手上有一些我们还没有去拍过的鬼屋或者是废墟。或者是一些就是鬼地方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 FB 这边就留下那个就是那个地方叫什么，或者是附近的地标或者是地名，然后或者是你私讯给我们的这个就是到我们粉专，我们粉专都会有人就是全面性的都在看，每个人留言都会看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提供的话，那我们也会送你精美的小礼物，只要你提供的地点。只要你提供地点，那个地点还存在，然后我们要去拍的话，我们就会送你小礼物。所以谢谢许宏伟那么热心，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提供那个就是比较鲜为人知，或者是你觉得说哎、欸、奇怪怎么都还没有去拍的这个景点。好，然后呢，最近差不多瘦了5公斤吧。最近比较蛮勤劳的在跑健身房。那如果因为这个健身房开到12点，如果超过12点的话，我就是会去，民权东路那边有一个操场跑步，所以可能平常录太多这个鬼屋的外景的阴气累积的太多了，需要运动来那个接收一下这个地气，感受一下这个正能量，然后。
已经在26台了，先看重播星星的事，等淘宝好兄弟。对，谢谢你，邱俊伟。对，希望大家现在，因为你现在都已经是拿着手机在看直播嘛，那希望大家现在顺手把这个遥控器、把电视机打开，转到26台。那现在应该已经刚开始播了。那我们这一集会去这个一个算是凶宅吧，也就是一个刑案现场、命案现场。然后呢，记得要看完一整集1个小时的节目，然后赶快在就是我们这个粉专这边留下我们今天的有奖征答。那这个有奖征答题目就是我们的惩罚内容是什么，然后还有我们终极 PK 的那个答案是什么，就这两个。好，那我现在想要让大家专心的看这个26台的淘宝爸好兄弟，所以我再回答一个问题，然后我就关直播了。好，我看一下。周怡君问我说：“都会遇到怪事吗？”其实不一定，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那个鬼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那个现场的那个手电筒真的蛮微弱的，所以有时候在现场我会觉得说，哎，这一次好像好惊险万分，就是好险没有遇到什么白影啊，或者是看到什么怪事情。但是殊不知都是回来检查袋子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窗户那边有一个白影晃过去或什么的这样子。所以是就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事后回想起来也会越想越毛。这真的影响我蛮大的，就是我以前比如说晚上三更半夜的时候想运动还可以跑出去运动啊，或者是去巷口买 seven 什么都不会觉得，哎，就是走这段夜路有什么恐怖这样。但是自从现在每个礼拜固定在拍这个淘爸爸好兄弟以后，就觉得算了，三更半夜还是待在家里好了，免得出去你知道夜路走多了总是会遇到鬼。好，所以提醒大家，就是每个礼拜五晚上11点要记得锁定淘爸爸好兄弟，然后如果你手上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鬼屋鬼地方的话，欢迎直接到我们的 FB 留下资料，会非常感谢你啊。然后好，我现在继续运动了，现在在做差不多半小时的有氧，我今天就收工了。好，谢谢大家，那赶快看电视咯，我直播就先关咯，拜拜。